会被猪讨厌的，我也没做什么事啊，他只是每次经过他就咬我一口。那听起来蛮有事的。正常的猪不会这样吧？正常的应该是不会啦。对啊，我羊也会啊，经过的时候羊会咬我一口。啊，不然就是经过的时候有人说猪猪想吃水果。对哦，谁？玩笑哦，哎、欸，你们应该不认识啊，黄奇瑞，感觉他是什么艺人的名字哦。哦要不要去哈基那边自首一下啊？有啊，去那边啊、哦。是我是我，我要看一下地狱哦，存档。好，来开地狱了。我怎么打不开？你是不是进地狱了？对，我有进地狱。哦，难怪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必须深入一点。这里是哪里？然后那时候想说要剪羊毛，我就到处找，附近羊就一、嗯，我看到一个远远看有白色的，哎，屁股也白的，哇，冲过去，剪下去，奇怪没反应，然后转过来，毛，毛，你干嘛剪人家的屁股？它那个颜色真的跟羊的羊白色是一模一样的那个白。哦，有啊，有白色的什么？敌魂石。嗯嗯嗯，跳跳，怎么了？没什么啊。有会那个吗？还好，我在吃东西，还在贴材质包。好，我刚刚打东西，它马上就掉下来了，嗯、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不缺说，动物会打人是因为深渊国度的魔族有凶残成性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嗯，感觉是认真的，可是这样子哈基也遇到太多了吧？我遇到好几只都，我遇到好几团都没有咬我、欸。我遇到机遇大概看到猪大概有60%机遇都是会咬人的、啊，也太多了吧？60%也太高了吧？还是你家是就是那个地形吗？那种的崭新，我是觉得个人的仇恨值比较有可能啊。我才没做什么事嘞。好了，我剩一块鸡腿了。哇，哦、吃鸡腿，好爽啊！好爽，他说他去自首了，有看到吗？有，我看到了。然后他被编掉了吗？嗯，哎，我要回去了，甘蔗拿够了，回去喽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会动的矿石？会动的矿石会动。就是它的贴图不止一个，宝石之国，是不是你捡它，把它打下来，它还会尖叫的？我不知道，可以打打看啦。不要了，我乱讲。好了，开始了。然后你把它挖下来，它会到处跑，跑给你追的。然后你要打死它，它才会掉，真正的。好像蛮可爱的这个，他是不是会一直跳一直跳，然后甩头啊？你是说你是说那个 DST 那个吗？你是说啊慢啊你们懂慢什么那个吧？曼陀拉，他是不是那一种啊？不知道。然后他晚上的时候会在旁边一直跳来跳去，就还蛮吵的那个曼陀拉吵。曼陀拉吵。我拿到龙矿哎，下界龙矿啊，倒掉了！下界龙矿，下界，下界，哦、下界，自由。我重开一下好了。好，好，那你又要等很久了。对。哎，杰克，我知道部件箱是干嘛用的了。嘿、hey, 啊，放部件的啦，不是放那个模具的啦。模具归模具啊，部件是部件啊。这里是箱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连地狱都有钻石哎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！好爽哦、喔，去地狱掏矿哦、喔。爽哦、喔。
阿迪特矿，呜呜呜，这羊好可怕，会爆炸！哇，你好少女、哦，还没，还不习惯。好吧，这毕业什么？那再慢慢习惯。习惯什么？这模组、啊、不像一般的猎人哦。你没有做远程武器就去地狱哦？对。你好厉害哦！谢谢。嗯。那我可以做一个黑曜石的铲头，然后再加把那个碎石的升上去吗？你可以把它换掉啊。好。可以用替换的方式，试试看。踹看。你把它放到你的组装台上面去替换就好了。会爆炸！会爆炸！晚上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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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多，对不起。快，二三四五，这样子应该够，够吧？地狱两种快，对，我知道啊，阿迪特嘛，跟钴矿啊，我都知道啊。嗯、我拢知影、哦。我不知道啊，是小雨不知道而已啊，不想先剧透他、啊。嗯，这东西都没关，我靠。啊擦擦！啊，为什么我的聊天室爆叫蛇鸡是怎样怕爆？蛇鸡？没有，因为好像是那个吧，幸运方块那个。你露胸了哦？没有，并没有，好吗？怎么可以没有？啊？怎么没有？就是要没有。啊！啊！我只是在打木头。不可以！你为什么要打木头？啊！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不打木头啊，干嘛？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可以先把右边那个关起来。等一下，听酷光声，酷光在哪？这应该有办法先关旁边。有 ，Ctrl 加 O。Ctrl 加。我早讲嘛。怎么了？因为它看起来好定咯。你不知道，我以为这是大家都知道。我是。你现在是要呛人了是不是？哈，你现在怎样？就怎样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。冷血贪心。又冷血又贪心。嗨。爱食食博。还是食素，阿呆随便了。来，是不是尝试？我们问哈基就知道了。哈基，嗯，怎么关 NEI？Ctrl 是 CEI，、哦、有没有？然后我记得我之前还有个那个设定，有是可以切换那个创造模式，你点下去直接拿物品出来。一个是点下去会看课程表、哦、一个是点下去会拿东西出来。啊、嗯、那杰克是哪一个啊？不知道。不是尝试吗？那你知道吗？我当然不知道啊。还有这是什么红色神秘花。他没有按钮，他要自己设定。哦。对，那你知道了吗？繁星，我有在 ESC 看过啊。好，还有写个切换两个字，因为那时候在找中间是怎么取消整理包包，发现它不在设定里面。呵，你的这画面是很像那种，有时候动漫不对角色是那种一男一女两个在斗嘴的画面。嗯。啊，是魔法花花。我来做个夜视帽好了。
小雨主要玩什么魔族你就问他，我不知道、啊、我不知道、啊啊、不要问我、啊、我也不知道啊他搞不好在魔族生存世界玩原味生存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没看过是不是啊？没看过奇葩吗？没看过装魔族还玩原味的吗？现在给你看看没看过吗？反正都要先砍树嘛。砍树尝试啊？先砍树吗？之后再说。等一下，你会不会啊？什么？炮火味好重，还好吧？普通吧。对啊，他说我们两个炮火味很重，我说还好啊，这是开玩笑的哦。我还没开炮哎、欸。还没开炮嘞、欸，刚刚只是先试探一下而已，开几枪还不是炮啊？对啊，我还没有用力的嘴呢，这样你们就受不了了。现在的年轻，你就以为我们在吵架呢？现在的年轻人，哎，啊，这是风潮，这是。你们很瞎趴，很潮。小雨应该就是玩逆风了吧？啊，你风潮要之后再打，你要有做那个网子打会比较好。嗯，我知道，要拿他的那个，要搜他的那个什么女王风，然后帮他配那个。对啊，这是什么？帮忙配。我知道，我以前有玩过，虽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嗯，开炮，你们不要想歪了。什么炮？我炮。你为什么想歪？为什么想歪？为什么要想歪？什么东西歪掉了？对啊，什么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是歪的。正常应该都会有点歪，哦，所以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都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说正常都会歪？那你怎么知道是歪？对啊，话题本来就会有点偏歪的啊，对啊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说你不知道？因为我们呀，没有啊，一下说知道，一下说不知道，你是不是想呛姐？对啊，我不知道，还没有。杰克是繁星的，哎、欸，我、啊、说这个权力、哎，权力，这个权力，哎，哎呀，哎，这是什么树啊？好酷哦，字什么树？本来穿的，是吗？一个火，一个阴，一个、啊、算了，我直接擦好了。是。打怪掉的鞋子要拿来分解哦，哦刺啊，不是刺了，分解啊，不是说刺了，好了，我死了，哇！感谢偷渡杰克的礼物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偷渡杰克常常发生香不香啊，我这边常常发生两月的礼物出现哦。很正常的、啊。咦、欸，什么东西跳出来？什么东西？哈？我家狗狗的衣服好像到了，棺材再去拿。狗狗的衣服。哦、狗狗的衣服。对啊。天气冷了，狗狗要穿衣服。就是舞龙舞狮的衣服。哦，你说在 FB 有看到那种吗？对对对，舞龙舞狮，舞龙舞狮那个。对，我想哦，好可爱哦，给他穿好了。然后兔子就说：“你认真吗？”我说：“认真啊，你看我这么认真的眼神。”我不能空手把我的坟墓挖掉，这是。你要拿着石站上去蹲着，这么认真，翘起来你的屁股，嗯，翘你的屁股，他就会给你的啊。这个要怎么分解啊？从你公司大块啊，胸屁胸啊，胸屁胸，好多要放主手副手没用啊。什么东西主手副手？可是这个挖的很，就是那个啊，今天修补的东西不能放副手。哦，它还有这样限制啊？哎、欸，没用哎、欸，还是170啊？那、欸，没有，它经验修补是它自己会慢慢吸经验值，偷吸经验值过去，是你身上的经验值慢慢被吸走，不是你那个拿到的。哦哦，我懂了，嗯。他的不要的东西，我可以把它烧掉。烧掉？你要烧掉什么？死亡列表。可以烧掉，可以烧掉。你可以留下做纪念啊。我不要啊，我留着干嘛？
变一七一，这是因为木头的特性啦，想骗我、嗯？木头特性因为自然修复啊。我模组玩的少，不要骗我。为什么没有甘蔗啦？看，又变一八一了。你就看这个啊，看这个就知道。耶、yeah, ，我有夜视头盔了。你帮他装了夜视哦。啊哦，你是装外挂、啊哦？没有，就做夜视头盔。感谢礼物，夜视头盔。好好，我为什么叫夜视头盔？可以做啊！想不到，你为什么可以去夜市？为什么没帮我买东西？对啊，去了又不讲，爽啊！